好，我们继续看，因为他这里讲到啊，意识菩萨啊，除了梵天请转法轮，他有两个，一个就是有人请啊，那一定要有人请，显示佛法的尊贵了啊。那第二个就是，当然因为佛陀那个时代常见的就是梵天、刀立天以及摩天啊，天魔梵、天魔梵，阿含经常常讲这个天魔梵。天主要是以刀立天为主，啊，那么梵主要就是大梵天，魔就是欲界的第六天，啊，那么这个是比较常见的，那可能也是印度人的信仰比较偏重在这三个，那特别是梵天，梵天最早的时候就是印度人比较重梵天，因为他是出生一切的，一切世界主，啊，尤其是像奥义书啊，那么也是主张梵我合一的。那梵天是在当时比较主要的神，就主神，所以那么印度人最重视的、最主要的神来请佛转法轮，那么这个有一点点就是说，啊，那么针对印度这个民族来讲啊，就是当时的那个信仰来说了啊，有这样的意味，所以你会发现到后来，印度的所有的神都被归纳到佛法里面来做什么？做护法。通常是有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梵天请转法轮，当然不是说那梵天不请转那么佛就不说法啊，所以他说是意识菩萨念本所愿啊，其实就是菩提心啊，是发大圣非常重发菩提心成佛，那这个菩提心是就是本所愿，就是他可以成佛其实是他最初的本愿，那么本愿就是要度众生，所以菩萨证无生法忍之后就是一愿，一的本愿，其实什么庄严国土成熟众生，那么他还没有成佛以前他就要发这个愿，他还没证无生法忍以前他就必须要发这个愿，啊，那么一旦他证了无生法忍之后，因为他的本愿是这样，所以他会忆起他的本愿，那在这个大圣经的说法就是诸佛会加持让他忆起本愿，其实当你这个愿非常深刻的时候，到哪里你都是带着你的本愿的，所以当你成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忆起你的本愿啊，所以那这个本愿就是什么，就是要利益众生，要度一切众生，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啊，所以当你已经有无所得有性空慧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会忆起你的本愿要度众生，所以无生法忍之后就是庄严国土成熟众生，庄严国土是为了成熟众生啊，就是无生法忍以前，当然就正努力让自己证得无生法忍，叫做觉诸细论啊。那么就是证得无我了啊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的话，你很容易就进入声闻啊，就是入解脱道了，证入实际了。那证入实际就是你就是走，因为你那个时候你证得无我之后，假设你没有大悲心的话，没有菩提心的话，那么你很容易就证阿罗汉了。那么一旦证入阿罗汉，一般若经的说法，一旦证入阿罗汉，你就不再可能成佛了。啊，叫做骄牙败种，这个是般若经特有的概念。法华经没有骄牙败种的概念哦，法华经可以回小向大，般若经没有，般若经没有回小向大，这显然是不同的部派了。啊，就是说，般若经没有回小向大。般若经你只要证入实际，小就小，你证入阿罗汉你叫骄牙败种，那你不可能再成佛，你不可能再成佛啊。那当然法华经就说那没关系，你还是在成佛的道上，你再走两百里就好啊，回小向大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净土经典里面很多都是阿罗汉，如果那么他还可以再成佛啊，你看那个极乐世界他是二圣种不生，你没有发菩提心你不能去的。那为什么那么里面人都阿罗汉啊，阿罗汉非是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啊，就是非常多阿罗汉，那他那个不是二圣种不生吗？阿罗汉没有发菩提心呢，那回小向大吗？啊，那这个在般若经是没有的，般若经没有。所以他非常重视你的菩提心，你一开始就要发菩提心，如果你没有一开始发菩提心，一旦你证得无我的时候，你很容易证入空，
就是证入无我，证入空无我之后，证入无我之后，你就证阿罗汉去了，啊，其实是这样。所以念所本愿啊，就是菩提愿非常的重要啊，尤其在般若经里面啊，那么以及大慈大悲啊，那本所愿就是要度众生，就是大慈大悲的心了 啊，大悲心了。那你真的要大悲，那必须要有无我。你有我，你不可能大悲，你大不起来啊！啊，你不可能冤亲平等的那个度化众生啊，不可能啊！所以基本上这三个我们讲过，这三心是互相关联的啊。大圣菩萨道以菩提心为根本，因为你要先有成佛的心去修行，你才叫做菩萨。你没有成佛的意愿修行，那个不叫做菩萨，那个不叫做菩萨啊，那个就叫做声闻。啊，你还是修行，你还是可以得解脱，但你不是菩萨，你还有烦恼，但是你有菩提心，你就叫做菩萨，菩提萨埵嘛。啊，发要成佛意愿的人有情，他就叫菩萨，不一定是人啊。如果从大圣里面来讲啊，菩萨不一定是人，鬼神天都可以啊。啊，所以他说念菩萨念本所愿。即大慈大悲故，受请说法啊。所以第一个一定会有人请法啊。所以他这里讲到《大智论》里面也有说啊，他说到这个卷三十五啊，这里没有啊。他说到诸天供养各有定法，就是他讲的多一点，我只是简略说了啊。他说他佛成佛之后，一定会有这些事发生，叫做诸佛常法啊，就决定啊，有时候叫诸佛常法。或是诸佛定法啊，后来就把以释迦牟尼我为范本了 所有的佛啊，娶了太太之后出家啊，然后就是八相成道变成一个模式啊，那么一定是在树下，那么我们不可以不在树下吗？没有，他就在树下，成佛是在树下，出生是在树下，涅槃是在树下，所以有菩提树嘛，那么这种后来变成一种习惯了。变成一种，就是释迦佛是这样，所以啊，那么一切佛都是这样，那么都有两大弟子，都有一个侍者多闻第一的啊，那么可能也都有一个提婆达多啊，那么类似像这样啊。好，那么这里是讲到诸天供养各有定法，出生的时候啊，四体还阴奉衣啊，因为出生出来是没有衣服的嘛啊，所以要有一件衣包着的嘛啊，那么梵王啊，就梵天王持盖。啊，就遮太阳了 遮雨啊，这样遮太阳。四天王啊，那么东西南北四大天王，那么护卫啊，保护啊。那么出家的时候，进居天示现老病死跟沙门，当他发出离心，可以出家，想出家了啊，就提醒他啊，让他出家。他本来就会来出家成佛的。那成佛的时候啊，梵天王啊，这一样的梵天王啊，那么这里的梵王持盖一样啊，那么勤转法轮。那我们说过，这个梵王到底是指哪一个梵王？那么各个经讲的不一样。那么勤转法轮到底是什么时候勤转法轮？有的说七天，有的可能是两个七、三个七，我们讲的不一样。那大乘人讲到五十七，那五十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啊？那像大比波沙也有五十六的啊，五十一的啊，就啊不晓得。不过那个好像导师的说法就是五十七应该是五七的翻译啊。我们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没有原文。好，所以这里说到啊，诸法甚深者，般若波罗蜜。是故佛说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。这里还在，这里是第三个，就是说为什么要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？它的理由在哪里？为什么要讲这一部经啊？那前面啊已经有讲过，第一个要为菩萨说菩萨行。那这个菩萨是当来成佛的菩萨，叫弥勒菩萨，要让想见佛的人啊，修念佛三昧的人增益啊，那么就是从这个念佛，那么可以见法啊，是这样。那第三个就是啊，因为讲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《般若波罗蜜》是甚深法轮啊，所以受请转于甚深法轮啊，因为佛成佛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个法太深了。啊，缘起法，其实甚深法轮是缘起法，啊，缘起甚深，那一缘起正涅槃，甚深复甚深，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如果从大圣来讲，就是般若波罗蜜甚深，依般若波罗蜜成佛，甚深复甚深，啊，
其实是这样的啊，比如说我们说，因为缘起无我是得解脱的嘛，啊，那么甚深复甚深，甚深法轮，啊，依阿含经来讲，依阿含经来讲，缘起甚深，缘起基本上主要是讲生死轮回跟解脱，解脱成道啊，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为什么会有生死？怎么样才可以出生死？那么所以缘起啊，就上次我们已经用了很多时间来讲这个啊，就之前有讲过。那么缘起甚深，那么依缘起，依见缘起而证涅槃，涅槃甚深复甚深。知缘起啊，可以其实就是知因果，可以说是法住智，这个可以说涅槃智啊。如果这个是啊，依解脱道来讲，依解脱道来讲，得解脱了啊，不能解脱的原因是什么？啊，那解脱的方法是什么啊？那如果依菩萨道来讲啊？那么如果依菩萨道来讲，因为解脱道就是要见缘起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，见缘起就证无我啊，就得解脱啊，就决定得解脱啊，见法至少就是证出果，证无我嘛啊，断生见嘛。好，那么断戒禁取见啊，断疑，对四谛的疑啊，就清楚明白了。好，那如果依菩萨道来讲，其实什么啊，般若蜜甚深，般若甚深，般若蜜甚深啊。那大圣基本上会再把它前面加个摩诃般若蜜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其实就是般若啊，那般若蜜就是到彼岸了啊。那你也可以讲般若甚深了啊。啊，那这个般若其实缘起，般若就是知缘起的智慧啊。那其实般若就是知无我的智慧啊，一样。啊，那这个般若蜜，但是他因为我们说过，因为部派他把这个法的概念啊，那么已经产生奇异的变化啊，所以这个变成空啊。那般若蜜甚深，那么依般若蜜成阿耨多罗波罗三藐三菩提，甚深复甚深啊，其实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是依般若蜜而成无上菩提，甚深复甚深。那么依缘起而证得涅槃。啊，依般若而证无上菩提，啊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，就可以讲这个是甚深，甚深复甚深，啊，般若蜜甚深。那么你为什么要修这个甚深法门？要知道这个甚深法，因为有这个可以成无上菩提，甚深复甚深。如果依大圣的法来讲，它就是这样，甚深复甚深。那这里说最主要的是要说般若蜜甚深法门了啊，就是这里的。如果这个是依这个来说的了啊，那么就可以这样讲了，甚深复甚深啊，因为你见缘起，证出果就见缘起了啊，但见缘起还有烦恼，但是你决定会断烦恼，你证无生法忍，初地菩萨，或是叫做七地或八地，但是还没成佛啊，后面还要开始。那庄严国土成熟众生啊，就甚深复甚深啊，大概可以这样说了。那为什么要讲般若蜜啊？因为要讲这个甚深法门，所以他说诸法甚深者，般若蜜是啊，般若蜜是。以是故佛说《摩诃般若蜜经》，那这个是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讲般若蜜经啊？因为要讲甚深法门，成佛的法门啊，其实就是成佛的法门啊。啊，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成佛，而不只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得解脱。啊，如果告诉大家怎么样得解脱，阿含经就有了，阿含经就有了。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大圣里面的菩萨道里面的甚深复甚深法门啊，所以要讲般若蜜啊，《摩诃般若蜜经》啊。那第四个啊，它的标题说欲断众生于一切智人。好，他说复次有人。疑，有一些人怀疑佛不得一切智，啊，一切智就是知道一切的智慧。那通常一切智是知一切法的智慧，啊，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啊。那他刚才讲到那个勤转法轮啊，龙树的大智度论讲到，就是勤转法轮的是从四王天到欲界、色界、诸天都去勤转法轮。那么这个是。般若经里面，就是《摩诃般若蜜经》啊，
卷一里面开始就讲了啊，他说三千大千世界国土的四王天，所以他说大千世界主嘛，啊，其实依这个般若经里面说的啦。那么如果是其他的经典就不一定啊，像华华经就娑婆世界主啊，那么乃至阿迦尼匝天叫色究竟天，皆大欢喜，意念各言，我等当请示菩萨转法轮。所以这些天啊，这个前面第三个原因啊，基本上轻装法轮是欲界跟色界啊，诸天都轻装法轮啊。那么这里翻译也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再讲到所谓的一切法、一切智，那因为有些名词，那么它的原来的概念它会有一些变化啊，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。所以它就是我们刚才讲文字上的。啊，那文艺上跟文化上的，啊，就文艺上的字，文艺上的这个词，在这本经是这个意思，在那本经它不一定是这个意思，不一定哦，啊，比如说啊，我们常举一个比较常见的，啊，我们刚才讲嘛，就是我们读经论哦，就是文字上的，刚才讲，比如说六权比丘，啊，你不要用中国的文字的习惯，那不是他们有所谓的六离合式，那这个。解释是不一样的，你不要用中国的习惯去解释这些名词啊，不是啊，文字上的，还有文言文的问题，那文艺上的啊，还有文化上的啊，比如说他们习惯说五百，不是我们这里的五百，他就是他的文化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文艺上的，比如说好，我们现在讲这个了啊，因为现在讲到一切智嘛啊，那么我们先讲，比如说涅槃啊，我们举这个例子比较容易，比如说涅槃，涅槃在原来印度的概念。啊，印度的概念就是离苦，啊，就是苦的消除，苦的消除。那苦有很多种啊，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比如说肚子饿，那肚子饿是苦。那我现在肚子饿了，我去吃饭了，我吃饭吃饱了，肚子不饿了，那就表示那我涅槃了，啊，我已经解决了这个肚子饿，我把这个肚子饿的苦消除了，消除了。用什么消除？用饭来消除啊！我吃饭吃饱了，我吃饭吃饱了，吃饱了就是肚子不饿了，不饿了，那不饿我就不苦了，所以我可以摸摸肚子说涅槃了，就这样啊！我口渴，那么我把水喝进去，我不口渴了，啊，我就可以说摸摸喉咙说我涅槃了。就摸摸肚子涅槃了，就我离苦，它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你在这个印度的文化里面看到涅槃，它不是我们的涅槃。那佛陀是借用这个词啊，那比如说小圣的涅槃，那到了佛法，这个是外道啊，外道的涅槃，或是他认为。所以那你再看经典里面讲的外道涅槃，五种涅槃，四种涅槃，一个就是世间的，一个就是外道的。世间的涅槃就是啊，我肚子饿，我口渴，我脚酸。啊，我捶一捶脚不酸了啊，摸摸膝盖涅槃了啊。那么，这个是他们原来的概念，苦的消除。那到了佛法，《阿含经》里面的涅槃，《阿含经》里面的涅槃，是指这个苦，这个苦是指所有的苦，一切苦，一切苦的就近消除。你现在肚子饿，明天还饿啊？就你天天在涅槃啊，很多种涅槃啊。但是佛法是一切苦的就近消除，不但是肚子饿的苦，那肚子为什么饿？因为有身体要吃饭吗？那总结来又什么？有生死的苦，轮回，因为有这个五蕴身，它不断轮回，或是有这个业，它不断轮回。所以当你把一切的苦都就近消除，就是比如说我饭吃了，我不饿了，我就从此不再饿了，啊，那个叫是就近。你今天吃了，早上吃了，中午还会饿；中午吃了，晚上还饿；晚上吃了，睡一觉起来，明天早上还饿。那这个就是没有就近。那么他把他一切苦，他不是吃饭，他口渴，乃至于生死、老病死、怨憎会爱别离、求不得、忧悲恼苦，所有的苦都不会再产生，而且从此不会再产生，消除一切苦的就近消除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涅槃。那么。所以涅槃是什么？贪嗔痴灭尽，因为一切苦的根源就是贪嗔痴。贪嗔痴，
你只要有贪嗔痴，你就有业，有业你就会轮回，有轮回你就会有苦。啊，所以他把这个因消除了，贪嗔痴消除了，他就不再受苦，苦是一种果报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涅槃，到了大圣，这个是外道的涅槃，世间的涅槃。所以涅槃有几个嘛？啊，那么世间的涅槃。啊，这个是世间的，那世间当然包括外道，但是有时候又分世间跟外道的，就是凡夫的啦。那外道就是有修行的，然后他的心极静啊，比如说他以无色界为涅槃，以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为涅槃，啊，因为他的心极静嘛，不动了嘛，他就以为是涅槃了，啊，其实不是，啊，他的因没消除，啊，那这个是外道涅槃，外道四种涅槃，啊，有五种世间涅槃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不一样的，那。佛法里面啊，这里是佛法里面，比如说声闻的啊，我们叫小圣的啊，这个是一般我们讲的涅槃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缘起圣身、涅槃圣身、复圣身。这里讲的涅槃是指声闻的涅槃啊，一切苦究竟消除。那么如果大圣的呢？大圣的又不一样，大圣的认为小圣的涅槃只是有余涅槃，佛的大波涅槃才是无余涅槃，因为他还有习气，他没成佛，所以他不是真正的涅槃。佛的涅槃才是究竟涅槃，啊，那这个又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说一样是个涅槃，文义上不一样，啊，那所以菩萨的话，菩萨的涅槃是成佛，灭掉烦恼跟习气，这个只灭掉烦恼而已，没有灭掉习气，而且他没有圆满，是因为他解脱了自己的生死，但是他没有利益很多众生，让众生也得解脱生死，啊，就是他的福报跟智慧还没圆满。他还有习气，啊，所以这个 不是涅槃，就是他是涅槃，但不是大圣的涅槃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同样一个词，好，现在我们讲一切智，啊，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概念。那么一切智，这里的一切智，大圣的一切智比较重在知一切法的智慧，啊，一切智。那你如果看《大智度论》里面，啊，他有所谓的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。但又不一样哦，这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哦，啊，这个一切智是指佛，但是声闻，如果从一切法的智慧知一切法的智慧，那么声闻也有一切智，但是这里的一切智比较指佛，就是知一切，他这个知一切法，这个智就是知啊，就知一切法。知一切法的这种能力，但是这个一切法啊，我们就讲到这个一切法，在阿含经里面基本上就是六根六尘，就一切法，知一切法无我，啊，如果是知一切法无我的智慧，它基本上就是一切智，但这里讲的一切智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在大智里面也有讲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啊，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啊，或是有一个叫做好像《地藏经》里面讲一切智成就如来的样子，成就一切智的如来啊。那么，但是这里这个一切智是声闻的智慧。如果依《大智度》里面说了，这个一切智是声闻的智慧，声闻的智慧，这个是菩萨的智慧，知道怎么度众生的智慧，这个是菩萨的智慧，这个是佛陀的智慧。啊，那又不一样，啊，具足圆满具足一切的啊，那这里讲的一切智人啊，一切智人啊，所以你算这个名词哈，有时候又有翻译的问题啊，这里讲的一切智人，他所说的知一切法，就是世间上一切的原理、道理、方法、结果，他都知道。那比如说啊，举他里面举放牛浴巾啊，说这里的一切智啊，一切智。我们刚才讲，就是声闻里面的所谓的一切法的智慧是，其实就是知无蕴无我，无我的智慧，啊，那但是这里的一切智不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佛又叫做一切智人，佛又叫做一切智人，啊，佛有很多种名称，大智度论好像举出24个的样子，啊，那其中一个叫做一切智人，佛是一切智人啊，佛是一切智人，啊，那这个一切智。这个一切智跟这个声闻一切智的一切智不一样哦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他说啊，
有人疑佛不得一切智啊。那如果有课本的话啊，它底下有注解，但这个注解我们也不是，它只是写到啊，大智度论卷二啊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地，如果有书的话了哈，这就是外人对一切智人的问难啊。那《十住比菩萨论》卷十也有这个讲的更多，叫做难一切智人品，就是对于你说佛是一切智，他举出很多种说法，比如说那佛如果是一切智，那为什么要剃提婆达多？那提婆达多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提婆达多啊？那个会伤害僧团吗？会破和合僧吗？啊，那如果他不知道，他怎么可以是一切智人？如果他知道，他还这么做，那他怎么又可以叫做一切智人？那类似像这样很多种了啊，就佛为什么会金仓马麦之报啊？就讲很多这种难一切智人的了啊。十住比菩萨论讲的更多啊。那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啊，所以他这里稍微说啊，那么对一切智人的问难啊，他一切智就是啊，反正什么大小事情有的没有，包括说那佛会不会打电脑？如果不会，那你佛不能，佛会不会用手机啊？那佛会不会开战车啊？会不会开飞机啊？那如果从这个概念来讲，其实他会跟你讲佛会啊，佛会啊，那就是一切事怎么来的，怎么样做啊？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所有一切都知道啊，他所有一切都知道。那么这里过去全部都是啊，从66页、67页啊。那68页这边全部都在讲啊，这个一切智的，那么甚至啊有讲到，也有人啊怀疑啊佛没有一切智啊，本来说这前面也有啊，前面64页就有了，64页、65页、66页，那放牛经啊，那么里面也说到，那么有一些牧童啊认为说啊，佛如果有一切智，那佛会养牛吗？佛知道怎么养牛吗？啊？那就有这件事啊，那就真的有一些人就去问佛，如果你说你一切智人好，那么你是王公出身的，你有看过牛，但你肯定不会养牛，你不知道怎么养牛啊，所以他就去问佛啊，就我们去问看看，都说一切智人，我们去问看看，这因为这些牧童专门在养牛嘛，所以他知道怎么帮牛洗澡，怎么养牛养得又肥又壮，怎么让牛不生病啊。那如果生病的牛要怎么样？要怎么样做？啊，公牛要怎么做？母牛要怎么做？哎，这些佛是王公出身的，他看过牛，但是他绝对没有养过牛，所以他们就说：“那你是一切智人。”好，那我们去问他，是不是一切智人？这个我们很熟嘛，这个我们很熟啊，所以我就问他：佛如果会养牛，那我们才说他一切智人啊。如果连养牛这种事都不知道，那养羊呢？对不对？那这个盖房子呢？他哪里知道啊？他不一定会知道，所以啊，他去问，结果佛就跟他讲了啊，如果养牛要怎么养？怎么讲？啊，就有一本经叫《放牛经》嘛，啊，基本上就是牛譬喻，放牛譬喻。好，那这个在大智里面也有啊，我就要看在哪里。好，那所以他这里就是说，有人疑佛不得一切智。那他说这个所以者诸法无数无量，云何一人能知一切法啊？那么一个人哪有办法知道这么多事情啊？那因为这个庄子讲的啊，身也有涯，知也无涯啊，以有涯诸无涯大也，就是说我们的寿命有限，那么你开始学习，至少也要你长大之后才会能开始学习嘛。就算你从一出生就开始学习，生也有涯嘛，有限嘛，啊，有个边际嘛，啊，知也无涯啊，这庄子讲的啦，啊，生也有涯，知也无涯，这跟这里讲的一样，一个人怎么可能学那么多都知道？啊，就是要学习的知识哈，无量无边的，啊，但是生命哈有限量，啊，那生也有涯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知无涯。啊，就是你有限的生命要去学习无限的知识，啊，那是没办法的。所以这个这里也是讲这样啊，就是说啊，诸法无量无数，何以云何一人能知一切法啊？
那他说那怎么可能呢？好，那他这里举出一个例子说，波罗蜜实相清净如虚空，实相就是虚空相，他用虚空来比喻这个实相。他说诸法实相常见，他这里举虚空譬喻，基本上就是因为你的智慧像虚空一样，所以虚空能够容纳一切的法，所以你就能够，当你的智慧像虚空一样，你就能够了知一切法啊，其实是这个概念啊。诸法实相常见，有佛无佛，常住不坏相，就是我们说的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、法位啊，常住不坏相。他说颠倒虚狂啊，颠倒虚狂，再颠倒虚狂法，有人怀疑啊，那么佛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一切啊？那么他学习的时间跟他所能够知道的，那么不太可能知道一切法啊。他这里讲说波罗蜜实相清净如虚空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概念啊，其实就是说你之所以不能知道，是因为你的心有杂染。一般凡夫的心啊，果报中的嘛啊，凡夫的心是有杂染有局限，它不是无我嘛，所以它有限有量。因为他心有限有量，所以他能够知道的就有限有量。但是当一个人的心清净如虚空，无限无量的时候，那么他所能知的就无限无量，其实是这样啊。所以他说在无量，因为他这里讲波罗蜜实相清净如虚空，那佛是证得实相的人啊，所以说佛的心啊，就好像虚空能够包容一切法一样。所以他说无量无数法中，那么自发成眼啊，基本应该是他实相清净如虚空，那如就好像虚空能够包容，因为无量无数法都在虚空中嘛，所以就好像虚空包容无量无数法一样，那么佛的智慧如虚空啊，应该是清净如虚空啊，那么这个无量无数法都在虚空中了啊。那么他自发成眼啊，就是他自己从这里啊，他这里都有讲到几点，都有讲到佛自己讲自己是什么。这里是自发成眼，我是一切智人啊。那么看看底下第六个那个下面啊，他又有讲自说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尊为一切富富啊，这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在下面他有讲啊，言其实就是也是自言，我是大师，有实力，是无所谓啊。那这三个基本上应该都是佛成等正等觉的时候讲的话啊，就是我们上次讲过，佛说我是一切智人啊，那么我已出生死啊，我要度一切众生啊。我们上次有写佛出生的时候讲了什么话，那这三个啊，那么如果你要去般若经里面找是找不到的。他应该不是般若经的东西，而是说他佛宣示他自己这样讲啊，比如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，就是三界特尊嘛啊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嘛啊，那我来是为了度众生。我们上次讲佛出生讲些什么话啊，那你会误会以为这个是啊，所以他讲于波罗蜜中自说，因为你会以为他在波罗蜜经中，不是，就是他成等正觉，就是证波罗蜜，他成等正觉的时候他这样说。啊，所以我们讲你有时候你会被这个经文误导了啊，你会到处去般若经里面找佛有没有这样讲，佛不是在般若经这样讲，而是般若经是他所证得实相的一种境界啊，他的智慧啊，他拥有这种智慧，所以他这样说啊。那这三个都一样，比如说自发成缘，我是一切智人啊，你不要到般若经讲佛有没有在般若经讲我是一切智人，没有没有，这样你找不到啊，这样你是找不到的。所以我们说你不要被这个文字啊，就是这个经义的前后文，然后你就误会了。那你说他这里还有就三个了，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佛在般若蜜中，因为他实相中嘛，清净如虚空嘛，所以他在实相中他证得这个实相，他以这个智慧这样说，我是一切智人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然后第二个般若蜜中啊，也是他在所证得的实相智慧中说，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尊为一切富富，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他出生的时候讲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我是来度众生的，明显是这样子啊。那你不要用这个去找，你看他底下的注解就是啊，初出代考，就是他你去
你去般若经找这些找不到啊，不是啊，这个不是说在般若蜜经这样讲，而是他拥有这样的智慧，他在般若蜜的这样十相智慧中啊，因为他证得十相，所以他很肯定的跟你讲，就好像是无畏一样啊，他底下会讲是无所谓啊，就是说他很肯定跟你讲啊，我拥有什么，那么这样的事情决定是这样的，烦恼决定会有造业，业决定会有生死，生死决定是从业来。你修三十七大品，修四念处，修八正道，决定可以得解脱。那我决定是已经得解脱的人，我说的法决定是解脱的法。啊，那这个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啊，那么很多人就要在般若经里面找这个出处，没有，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所以这个般若蜜不是般若蜜经的意思啊。你看，他把它刮胡起来了，于般若蜜中自说，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尊为一切乎，这是下面的了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三个连起来看啊，还有我是实力是无所谓，我是大师有实力是无所谓啊。好，那这三个都是佛自说，在般若蜜中自说。其实这个般若蜜不是一本经，而是在十相智慧中，在他拥有的十相智慧中，他这样告诉你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不然你真的会误会了，被这个经文所误会，你会到处在般若经里面找，找什么？找有没有这句话啊？其实不是哦啊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啊。那他说欲断一切众生矣，以是故说摩诃般若蜜啊。那他是不是有般若？他是不是有一切智？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智慧，如虚空这样的智慧？所以他说般若蜜啊，般若蜜就是在讲让怎么样让你的智慧如虚空一样。啊，其实就是这样啊，所以讲了你就知道哦，原来因为他的智慧如虚空，那他就般若经讲空的嘛，啊，一切法空的嘛。好，所以你了解了，你也真的了，知道啊，一切法空。那么一切法，你知一切法的智慧，它当然是一切法的根本，就是体相用嘛。它的体就是空，它的相是种种的相，一切法相，啊，然后它有种种的作用啊。那你要怎么样修？啊，要修些什么？那如果你不修会怎么样啊？那世间的事啊，都包含在里面，事出世间的事都在一切法里面。那么你有这样的智慧，那么当然你不为一切所限制，你就能够知道一切。就好像你在地球上看不到地球一样，你在月球上你可以看到地球啊的本貌啊，其实是这样嘛。那我们在我的限制下就不离开我的范围，那你证得无我，你就能够知道一切啊！其实类似像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第四个，欲断一切，欲断众生以一切智人。第五个，为什么要说摩诃般若蜜？四法十相拔出邪法。好，这个是印顺导师标示的啦啊。那么他说，有众生应得度者，有些人啊。那么应该善根成熟，应该要得度啊。通常应得度的就是善根成熟的，善根不成熟的不能得度哦。善根不成熟的不能得度，那怎么办？让他善根成熟。那没有善根的呢？让他种善根。所以佛度众生基本上分三类的人，分三类的。第一个没有善根的，让他种善根；第二个有善根的，让他善根成熟；第三个善根成熟的，让他得度。那菩萨无生法忍的菩萨。最多做的就是这三件事，那么常做的就是那没有善根不成熟的人成熟，所以成熟众生嘛，成熟众生的善根，庄严国土成熟众生，无生法忍菩萨基本上做这件事，庄严国土成熟众生。所谓成熟众生，就是成熟众生的善根了，因为善根不成熟是不能得度的，啊，所以佛基本上。啊，菩萨跟佛基本上都做这几件事，你看那个《一教经》也是这样啊，啊，那所有的菩萨都发这个愿，度尽众生方证菩提，啊，度尽众生方证菩提，要度一切众生，而且要度尽众生方证菩提。你看那个《般若经》，有时候甚至讲要带一切众生受一切苦，那实际上可以吗？也没有，但是他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度尽众生，啊，方证菩提。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是，啊，这个好像是地藏菩萨的愿，不是所有的菩萨都这样，
那你把这个众生放到最苦的众生上面，就是地狱。那其实不是地狱众生要度，而其他的要度，那就变成度尽众生，度尽方证菩提。啊，就是一开始这么讲啊，所有的菩萨菩提心就是度一切众生的愿嘛。《金刚经》的说法就是什么？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讲的比较长一点啊。那么一切众生就是从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有色、无色、有想、无想，非有想、非无想，他把它归类而已啊，啊，归类。那我们简单讲就是六道众生了，啊，那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就是众生度尽嘛。这个是说菩提心啊，啊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这个就是菩提心。我要让这一些人，所有的人，这一些人全部都解脱离生死苦。那么如果偏重，比如说像地藏经、地藏十轮经，它偏重在三恶道，那三恶道最苦的就是地狱。所以如果金刚经的说法就是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湿生、若化生，若有色、若无色、若有想、若无想，若非有想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那么一般的说法，一般的说法就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。地藏经的说法就是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哦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，只是他把这个众生局限在什么地狱里面。那么如果你讲开了，就是什么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湿生、化生，啊，若卵生、若胎生，因为众生的类别嘛，啊，若卵生、胎卵湿化啊，若胎生啊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湿生、若化生，这是一种分类。若有色、若无色，一种分类；若有想、若无想、若非有想、非无想，一种分类。那我们的分类就可以说：若男的、若女的、若一男一女的、若非男非女的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。你是这样嘛？那《地藏经》的说法是，因为它偏重在三恶道的众生，所以它就变成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啊，那跟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其实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范围更广哦，范围不是包含地狱在里面嘛？众生的范围包含地狱在里面，六道众生嘛，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就会觉得地藏菩萨特别伟大，不是所有的菩萨的愿一样，只是他的缘，或是他比较专注在哪些人身上，啊，其实是这样。但是所有的菩萨度众生都是一样，都是要让众生善根成熟。那么地藏菩萨要到地狱众生，他也要让地狱的众生善根成熟啊，他要让地狱善地狱的。善根成熟，他要先让他出地狱才说。那他所以即使地藏经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他重点不在度地狱的众生，他重点在让人不堕地狱，重点不在让三恶道的众生可以免苦，重点在人不去受三恶道众生的苦，其实是这样的啦，啊，那所有的他都要让众生善根成熟。那什么叫善根？我们说过，善根基本上主要了，在经典里面主要就两个，一个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它就叫做三善根，啊，就是你要让众生善根成熟，重点就是你要让它减少贪嗔痴，没有贪嗔痴，这是很重要的啊，这是佛法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那我们有时候没有，就是被你说哦，你回向它就有善根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是要让它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就是三善根啊，所以所有的佛法都在怎么样减少你的贪嗔痴啊。所以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嘛，还是回到原来的佛法了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啊，让你增长智慧啦、定啦，去戒定慧的力量，就是要五根、五善根，就五根就是五根就是五种增长的力量。信净念定慧，怎么让你信净念定慧？其实就是戒定慧了，啊，那当正前面是信，然后让你精进信净念定慧，这五根它基本上也是一种善根。所以他这里讲啊，有众生应得度者，我们刚才讲菩萨基本上就是没有善根的，要让他种善根。那基本上比如说外道，他不相信的，先要让他信，信解行证，先让他信，信净念定慧。如果是外道，通常从信开始，像大智度论也是一样，信为能入，你要入佛法，
那佛法中有很多善法，那么你可以成长很多善业，先让你相信。大圣也特别重信啊，信行人特别，尤其要引导信行人，先让你信，然后再让你了解啊。那所以这个信基本上啊，就是先让你啊理解佛法啊，那么你相信了，那么你开始修学佛法，种善业，那么成熟你对佛法的理解，就种善根。那善根成熟之后，让你得度啊，通常就是这样。一教经也是这样，那佛你还没度尽众生啊，你怎么就要入涅槃了呢？你不是发愿要度尽众生方证菩提吗？你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？现在还有很多人没得度呢，你怎么就入涅槃了？你看佛怎么说啊，已经善根已经成熟都得度了，善根还没成熟的，我就这一生来了，我也让他成熟了，他未来会得度。那没有善根的呢，未来还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得度，但是也跟他种善根了，在未来的未来他有可能得度啊。那这个就是什么度尽众生，其实是这样的啦啊。所以他这里讲啊，我们把这一段先看完了啊。这里讲到啊，因为有众生应得度，以佛大功德智慧无量，难知难解故，为恶师所惑，心莫随法，心莫邪法，不入正道。有一些人，他本来善根成熟，啊，那么但是这个因为佛的智慧啊，那不太容易，就是佛法啦，甚深嘛，叫般若蜜甚深啊，啊，那么难知难解，就是佛的境界太深，那么佛所说的很多人啊不容易知道，那所以很容易，因为他很容易被带偏掉，被六识，因为佛陀时代有六识外道嘛，啊，像央觉摩罗就很明显的一个例子。央觉摩罗本身是善根成熟的人，所以他才能够在佛的时代怎么证阿罗汉呢？但是他开始学的师父，啊，把他带偏了，让他去杀人，那么收集那个骨头，那么才教他怎么得解脱。那么他被他带偏了，他以为这样可以得解脱，所以他就努力去杀人，要完成他师父交给他的任务。结果因为这样造了很多的恶业，但是也因为他善根成熟，所以佛知道去度化他。在他要杀父母，如果他杀了母亲，他这一生就不能，他虽然善根成熟也不能得解脱，造忤逆罪这一生是不可能得解脱的。所以在要他杀母亲之前，赶快去阻止他，为他说法，说甚深的法，他才得解脱啊，其实类似像这样啊。那么有很多众生都这样，不只是央觉摩罗而已，很多众生都这样。所以为恶师所惑，心莫邪法，不入正道。因为这些人，所以他要跟他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啊。那后面还有啊，我们下次再讲。好，那先讲到这里。那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，